出了这个洒水都好啊！韩庚被甩一裤子。 其实我们本来是一定要往前撒的，因为这个能量才能冲击到观众。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在那个大舞台跳，至少离导师有点距离。结果那天彩排的时候想，那完蛋了。那我们想，那就这样吧，那我们就对着撒一个交错，至少让这个画面好看嘛。但是因为是临时调整的，我觉得肯定有人脑子没有清醒，往前面撒了。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回头看一下视频。 对不起，老师。哎呀，全是，我还在中间。那现在我们四位临时的导师，这个要做出选择啊。这个大家想好啊，反正我浑身都湿了。好，3、2、1，晒晒晒！晒太帅了！我觉得就像你们起的名字 “Man Power” 一样，从开始就是很有这个力量感。而且虽然你们是没有呼吸的时间，但其实你们的这个编排里头，我们看的人是有呼吸的这个对比度的，不是一直看的特别疲劳啊。中间的设计也。 很好看，虽然这个洒水是有点过分了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